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！我们继续来学习《群书制药三六零第三册第一单元“君道”三反身三十一。五板之马，拥夫统贤，则为必胜；伯乐之配，即为良计。挥马更易。 教民亦然也，故欲与汤则为良民，遭节纣则为凶顽，治死难也。故善治国者，不由失民而罪诸己，不责诸下而求诸身。 这一条出自于卷四十七《政要论》弦，“贤啊，这个字啊是马爵子啊，这个青铜或者是铁啊，去制造的，放在啊马这个口内啊，放在马的口里面啊，用以勒马控制啊马的行止。我们看到这个电视上，看到人家骑马。 拉一个绳子，什么马的口当中啊，那个就叫弦啊，就是青铜或者是铁制的，放在这个马的口内，啊，控制马的行止，要跑还是要停止，啊，用那个控制。直配啊，是手持马缰驾车，好像这个有驾驶啊这个马车的。 引申啊，为驾驭是一个匹马，啊，这一法你怎么给它驾驭？那么这一条讲五板呐、啊，这个地方的马，五板是一个地方，平庸的人来驾驭就是劣马，啊，如果一般呐、啊，不懂得去驾驭马的人呐、啊，啊，就是对这个马呢，他不会啊，啊，去驾驭这个。 地方这些马都是不好的马了，如果伯乐啊来驾驭，就成了良驹了。那伯乐啊是懂马的人啊，他呢很会啊驾驭这些马，怎么样的马呢？到他手上啊都是给他呢驾驭的很好，变成一匹良马了啊，这、就是很好的马。 这个并不是马的不同，同样那一批马，而是驾驭则不同。驾马的人呐、啊、不一样，平庸的人他不会驾驭这个马，那伯乐啊他会驾驭，啊会驾驭他就是良马了啊，他不会驾驭，那么就是变成劣马，就是不好的马。马是一样的那一批马。 那么，这个引用这个驾马的方法，会驾马的人以及不会驾马的人，他的不同，来引申到我们人民呐、啊，教化人民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，百姓呢，遇到大禹和汤王，这商汤啊，开国的君王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圣君了、啊。 历史记载啊，是圣君，所以一般人民呐、啊，遇到大禹和商汤啊、汤王啊这样的圣君呢，那人民都是良民啊，都是好的人民。那么遇到呢夏桀、商纣，那同样是夏朝呢到桀王、纣王啊，啊，这个是夏朝、商朝啊末代的皇帝啊。 那这样啊的暴君呐、啊，杰作都是暴君，不是圣君呐、啊，是暴君。这些人民呐、啊，就成了凶恶迂缓之民了。那同样是人民，这个就是不同的治理所造成的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你怎么去治理人民，怎么去教导人民，那么你做了什么给人民去学习？ 那人民呐、啊，就跟着学啊，所以这个圣经跟暴君呐，他治理国家就不一样了。圣经治理国家呢，人民呐、啊、都变成良民啊；这个暴君治理国家呢，人民都变成暴民。所以，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，不会怪罪自己的百姓啊，自己百姓有犯错、犯罪了。 啊，他不会去怪罪，而是反省自己的过失，不会去斥责自己的部下，而会反过来啊要求自己了、啊。啊，先反过来啊检讨自己，不会去怪下面的人了、啊。那么这个是一个善于治理国家君主，那么他的一个态度了、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尧王啊，舜王啊。 尧舜禹汤都是圣王，那么这个讲啊，人民有罪啊，罪在正宫啊。那看到人民犯罪了，那么他说这个就是我的罪，因为呢我没有把他教好，他才会犯罪，他才会犯错，这个罪过在我啊，所以反求诸己，那么去改过，去教导人民。 啊、这个是圣经圣王啊，他的态度。那么，如果暴君呢、啊，他都不会反省自己了，不会反省自己的过失，都是啊去怪罪下面的人，自己都没有反省，那这个就变成暴君了。那下面的人呢、啊，当然也教不好了，变成乱民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。 要向这些圣经啊来学习，就是遇到啊任何不好的事情啊，就先回头反省自己。好，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。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